下面他又说，在对往生极乐信愿还不坚定的修学阶段，心中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没有完全相应，当有病苦灾难时，能够老实念佛，阿弥陀佛是否也能够帮助众生度脱苦厄？这些你不用怀疑，阿弥陀佛永远关怀苦难众生啊！可是众生呢，把佛菩萨忘掉了啊！即使你想起来，感应原来就在眼前啊！这在《华严经》讲的非常透彻啊！你多听呢，自然就明白了。